原标题：历史上四大奸臣书法大 PK， 看看谁写得好。奸臣是一个汉语词汇，译作奸臣，读音为 JINSCHN， 指不忠于君主，弄权施诈误国之臣，出自管子七臣七主。独创宋体字的大宋状元秦桧，秦桧就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。按一般的习惯，秦桧创立的字体应该叫秦体。蔡京书法自成一家，一代兼下，字元长，福建仙游人，为北宋徽宗朝六贼之首，对蔡京书法应给予一定的地位，应客观的评述其书法，绝不能因人废字。和珅掌握四种文字的乾隆之库，乾隆一生喜爱作诗书法，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，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，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严嵩，天下无人取代的嘉靖宠臣，明朝兼相严嵩的名头堪与秦桧、蔡京比肩，才学上也毫不逊色。严嵩的诗文在当时堪称一流，当时的著名作家李梦两称如今词章之子，翰林诸公，言为中未罪，可见严嵩在当时文坛的地位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